大家好，我是胡夫骑车，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店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是齿轮厂所推出的流浪武士 Wheel Jack。 那么在领袖之证里头呢，对这个人物呢做了很大的颠覆性的设计啊，把他从科学家变成了是一个剑客啊。那么这个齿轮厂的话呢，他这一次的话呢是做了很有诚意的一些修改。那我就直接了当了，因为我有手上有这个正版，我就给各位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对比。首先的话呢，配色说，因为我这一款年代久远，可能稍稍有一点点黄化还是怎么样，就已经颜色已经不是很漂亮，不是很白了啊。这一次的话呢，最大的变动之一就是凸胶部件的一个处理。你看它这个屁股空洞啊，这补上了，大腿后面蜂巢啊，冰块盒都补上了，包括这个小腿后面这一带，统统都补上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手臂平转的部分啊，这个是没有二头肌转动的关节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齿轮厂的话呢，哎，则是加上了这个关节，这对可动度的提升呢，啊，是提供很大很大的帮助的。再来是头雕的部分啊，这个是原本官方的头雕，官方的头雕呢，齿轮厂也是有做的啊，它的头雕啊，配色来讲的话呢，是稍微的在金属质感再好一点点。而他们的话呢，跟吴医生的话呢，是有另外在做了合作啊，另外做出了一个新的面雕，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面雕的话，把嘴巴给露出来，原本的话算是一个口罩脸，而且是真的是感觉比较像猴子吧。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新的头雕还有两个啊，是两个是不同的表情的，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是这个自信的微笑，我就不要说它是奸笑了啊。它本身的透光呢，是真的是还蛮好的，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啊，如果从后面打光过来。它的透光性是算是非常优秀的。帽子的部分呢是加了一个全新的涂装，我们来对比一下原本的模具呢，它的一个配色啊，它的握柄的话呢做了一个红色的涂装。那这个刀的话本身的话是扣在后面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安插在后边这里。那这一次的话多了另外一副呢比较薄的这个刀刃啊，这个还原度应该是更高一点，而且这个是有一点这个材料的话是不用担心会折断了，这一点是可以很安心的啊。那当然是可以正常的呢把它握在手上扣紧啊。对了，这里刚才也没提到它的手指啊，这里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可动，这个也是原版没有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刀的话，它隐藏的一个安插的方法呢是把它插到这里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缝在这里，所以你这个刀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就把它给斜插进去。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危险，我的话是不会把它，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摆放啊。至于手榴弹的话呢，它这个引线是可以拉开的啊，丢出去的话是不会爆炸的。那这个如果你不拿在手上的话呢，你可以放在这个腰间，这个腰间的这个洞啊，腰间的这个洞呢在正版是没有的啊，在正版是没有。那最后的话就是一个是算是肩炮类的东西。其实这个的话呢，我刚拿到的时候呢，我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填充部件，就是车头的一个车筒的一个填充部件，就像这样子，啊，变成是一个手炮。手炮的话，你可以握在手上，握在手上。好，就是一个兵器吧，啊，或者是呢，你可以把它，我先讲一下这个变形的时候呢，这个需要把它往上面提一点点，啊，再转才转得动。啊，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肩炮。这个前经理有肩炮吗？好像记得是有吧啊。那我们也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吧啊。嗯，首先的话呢，把这个手臂啊，做一个这个地方把它整个给往外面挑出来啊，它有一个限位的一个关节，把它给转向扣进来。手臂的话呢，自然的往上面推，推到这里就行了。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相同的变法，非常的简单啊。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算是官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领袖之证的玩具系列了。再来呢，把这个肚子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头啊往下面推，它是一个双动关节，推过来，把这个身体的部分呢往前面移动过去，这里推过来，头的话呢反复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往上面推上来，这里两侧卡进去啊，到这里两侧。好，将它扣上。再来的话呢，手臂先往上转，先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变形腿，腿部的变形非常的好玩。首先的话呢，把外摆点说转到外侧去，这个地方打过来，然后呢这个部件翻过来，这个时候呢把它往下推，推过来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呢再把它给转过来，这里由下往上啊，会有一个卡扣给扣上去。然后呢这一款
这个齿轮厂的这个部分呢，它这里多了一块的部件在这里啊，这里我要用道具呢，我才能够把它给抠出来，就是这个地方，它多了一片部件呢，把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呢给填补上来。两腿相同的变形模式之后呢，把这个两个腿部的话呢，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啊，这里尽量的把它给扣紧一点点。然后人形的上半部呢，就是这样折叠过来到这边。那折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这个手臂先往旁边拉开一点点过来，主要是这个地方卡扣扣上去。再来拳头的话呢，是要往内折一点点，稍微折这样一点点的，然后塞到这个缝隙里头。那这里的话呢，就是要利用这里的一些多重关节呢，把它实现到把它扣进去的一个效果啊。那记得这个拳头一定是要折一个角度的，把它给放进去，然后到这边推过来，到这里，好，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这样抵进去。那我们两侧的话呢，相同的一个变形方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灰色部件是往斜上推上去，这个单独的卷这个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拳头要塞到这个空洞里头去。这里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因为它多了一个手肘的可动关节，还有手指头的关节啊，所以我就调整上的话呢，会比原版的话呢稍稍多一点点的步骤，但是也不是很难了啊。那两侧压好之后的话呢，就朝中间尽可能的去做一个密合，把它整个往中间呢给捏紧。那里头的话呢，一些细小的一些零件什么的、啊、都会自动推到一个定位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流浪武士的一个从机器人呢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到最后就是拼命的往中间挤压啊，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一个变形了啊。那滚动线的话呢还算可以，不过呢你要相较于官方的推车的话呢，这个可是有一段的差距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流浪武士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啊，它的所有的武器啊，除了多出来的这一对双刀脖子之外呢，其他都可以收纳到车子的内部去。两把武器收纳方式跟原本的模具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多了一个手雷在这里。那这个的话呢，在原本的模具这里有个洞，那这里的话呢是可以顺利的收在后方，而且造型来说呢也不至于说很突兀啊。那么最大的不同吧，就是它的一个车窗的颜色有做了一个更黑的一个表现，而这个车子的黄化，这个是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它原本的颜色是怎么样了。反正这款白色的话呢，以目前的样子来看是相对来讲是舒服很多的。那至于涂装的话呢，我倒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它的刚刚的这个肩炮呢，你只要稍微转换一下形态呢，你就可以扣到前方这里。虽然说它本来已经做出盖板了啊，但是呢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肩炮呢你有执着的话，那你希望它全部的配件能够带上的话呢，你就从这个时候把它给扣上去。那这个扣上去之后呢，就是会有一个本来是白色嘛，那你变成了一个金属色，你可能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色差。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其实又比较好看，就是多了一个好像金属块一样的感觉，虽然它是塑胶。那这样的话呢，也就等于是说呢，它除了这个原本的这个双刀啊，当然这个头不算了，其他的配件呢都可以收纳到车子的一个内部去了啊。 OK， 总而言之的话呢，算是提供了这个原版的武器做了新的涂装，还做了一把造型更锐利感觉的刀子，多了一副的手雷，多了两个替换的面雕，还有这个肩炮啊，算是附件的话呢已经是非常的多了。外观上则是修改了后方这个空洞，还有多了一个手肘平转的关节，还有手指头多了一处的关节啊，诚意算是相当足够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